所以我要拍你的不用吧好吧叫我真的走向地方好我是阿姨维尔然后我们是做安台港然后我们先从水仙宫市场然后我们有标一些地点但是我们不一定都会去走呢、去看时间状况然后但重点这些都是安台港的范围然后全部的家是我们选的老屋、然后就从这是我们下车的地方然后先去南沙再去看西街教会然后神清宫然后就是这样逛下来西市场然后老屋长乐市场然后再回来的就是会看时间去做调整好 OK